据说气球装水用火烧都烧不破，这是真的吗？大家觉得是真的请扣一。宝宝，你刚才看了这个实验，你觉得是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是真的。爸爸呢？应该是真的吗？我觉得是假的。什么东西我觉得用火烧怎么能烧不烂呢？那咱们打个赌吧。行，咱们来做一下实验行不行？我和爸爸写的是真，你写的是假的。行，那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次好不好？对，谁赢了给对方5块钱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，蜡烛、打火机还有2个气球。我们现在把气球给吹得鼓鼓的，一人一个，你爸爸。哦，还是爸爸肺活量大呀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它没有烧烂，爆了，最后我跟你说，你吹爆，绑紧了吗？绑紧了。行，爸爸来，该干你的活了。宝宝，你先站旁边，爸爸要那个啥，把这个蜡烛给点燃。先固定住。慢一点啊。小朋友可不能玩火哦。说的是你是吧？爸爸，你来吧。好，这个动作危险，宝宝，让爸爸来。你先站旁边，你看就行了。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行，让爸爸来。来，我就不转换镜头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说不定会爆。放近点吧，爸爸，往下放。哦，看到没，宝宝？让你站远点是对的吧？危险动作，对不对？最终被炸成了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到底来看一下视频，为什么人家的没有烂，好不好？看到底有什么诀窍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气球要装满水。哇、哦，装满水！看来你们俩的操作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试一次装满水，好吧？看看晴宝吓得站得老远了。对了啊，爸爸现在已经装满水了，来吧，再试验一次。好，往下放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事吧？哇，已经熏黑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看到没有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知道是什么原理吗？对呀、啊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呀、啊，宝宝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太神奇了吧！这个这么长时间了，哎呦，有30秒了吧，爸爸？差不多了吧？它不会忽然之间啪一下爆了吧？不会。那要是爆的话？那不会爆，因为那咱们到底今天谁赢了？我现在弄晕了，已经。我俩赢了。现在这个气球大家看到没？这个扇面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还是没有破。妈妈。怎么啦？愿赌服输哦。我不知道什么呀。直接从我手里抢钱了，现在。妈妈，我和爸爸两个人不是应该10块吗？对呀、啊，10块嘛。我跟你说，你爸有4房钱，不用给他，你只用把这个5块钱是你下个星期的零花钱，好吧？装好了啊，不要弄丢了，装钱包里，好吧？哦，对了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记得一定要在下方评论告诉金宝哦，拜拜。